曝晒，对爱说个嗨，自由自在的嗨。哎，呼呼呼呼。像这种野鸟的窝啊，不要随便碰它。一旦沾上人类的气味，鸟妈妈可能就会弃我离开，这样子它的小孩就孵不出来了。喂，哦，好了好了，别来催了啦，我回去了哦。怎么会有人穿裙子还站那么高啊？你已经曝光了，大猩猩。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啊？你先下来吧，很危险。谢谢你的衬衫。不会。你给我了世界，他看起来好眼熟啊。掏空我的灵魂，让软弱无能。我知道了，你就是那天想要救鸟巢那个女生。你居然记得我？该不会是来喂流浪动物的吧？对啊，我听说学校后门有流浪小猫咪，所以带了点吃的给他们。可是你知道流浪动物是不可以随便乱喂的吗？为什么啊？因为如果你只是喂食没有做其他处置的话，这样小猫就会越来越多，最后就会有更多的流浪动物。那该怎么做？我们要先找到他们的妈妈，帮他绝育，然后再帮这些小猫找到一个家，这样他们就不会继续流浪了。哇，大猩猩，你不止善良，而且还懂好多事哦。还好啦，我只是从小就喜欢小动物而已。真巧，我也是从小就很喜欢小动物哎。如果你以后要拯救流浪动物，可不可以找我一起啊？我也想尽一份心力。当然可以啊，欢迎。那今天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不如我请你喝咖啡。当做回礼吧。可是我还要练球哎，不能耽误太久。啊，好可惜。不然我们去买手摇饮好了，买一杯手摇饮的时间我有。可是什么？你是学妹，应该是我请。走吧。好啊，走吧。喜怒哀乐全部写在脸上。你想喝什么？我请你。我要红茶无糖去冰。太便宜了吧！你喜欢喝什么就点啊，不用跟我客气。我没有跟你客气啊，我就喜欢喝这种原味的饮料，那种加太多东西的，我反而没有很喜欢。我也是哎，像是咖啡，我只喜欢喝美式。我也爱喝美式，但是我不喜欢喝热的。所以就算是冬天，我还是会点少冰的美式。真的假的？我也不喜欢喝热美式，要喝当然要喝冰的才过瘾啊。Give five，That's right。我们真的很合哎，红茶无糖去冰，我记得了。我要两杯红茶无糖去冰。哎，你不要看学校附近吃的种类很多。但真正的吃货才知道，往巷子里面走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啊，巷子里还有卖吃的？嗯，再告诉你个秘密，这家饮料店呢、是这附近最好喝的，一定要记得，下次不要买错。我知道了，我一定会把这个店名刻在心里面，绝对不会忘记的。你还要在这边混三年，记得不要踩雷了。嗯，谢谢你，真好，才刚开学就遇到你这个超级避雷针，让我不踩雷。不过我可不是对每个人都这样哦，只能说算你幸运。我也这样觉得。
我家里的车来接我回去了。哎，哇，还有专车接送啊！好，那你赶快回家吧。我都还没正式跟你自我介绍。哎，我叫俊，刚从国外转学回来，下次换我请你喝好喝的冰美式。好，下次一定让你请我喝好喝的冰美式。跟你相处真的很舒服。哎，讲话都不用客套。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客套的人啊，而且你也不像是一个假惺惺的人，一定也喜欢直来直往。对啊，你也不是假惺惺的人啊，你是大惺惺。我也做过这个动作。好啦，我先走了。嗯，拜拜。是个可爱又善良的学妹。哎，练球好累哦，能够来这边吹吹风也是不错啊。哥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但是我从小就很希望哥哥可以喜欢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不愿意接受我。不管我怎么讨好他，他只会对我更冷漠而已。其实我早就习惯哥哥的冷漠了，只是没想到他今天竟然在这么多人面前那样对我，一点面子都不留给我。身子用完了，没关系啦，我才没那么脆弱。但如果你真的忍不住的话，我有办法，你就用我的毛巾吧。对吼，怎么会有女生想要用男生流汗的毛巾啊？我不介意啊，我只是觉得这是你平常在用的毛巾，有一点不好意思而已。大猩猩，我妈传讯息跟我说，我哥已经到餐厅了，大家都在等我。那你快去吧。没事吧？嗯，我没事。我先走，拜拜。大猩猩，今天谢谢你哦。客气哦。我问你哦，我是不是很讨人厌？左边。
右边，上面，下面，这里。哇！会啊，你根本就零死角，怎么看都可爱，怎么会讨人厌？看你这么会说话，这是我请人教我烤的饼干，分给你吃。哇，是恐龙哎！我吃了，好吃哎！听说吃甜的会让心情变好。没想到我们连不开心都这么有默契。对啊，而且我们还来同一个地方。好巧，你也没赶上路车，顺路一起走。这给你，有什么事就跟他说吧。脑海不断重复，我该怎么办？谢谢。星星不是高三了吗？大星星，你这里算错了，你应该直接把数字带入公式里面。哎，进。你先看一下我刚刚说的那题。好像真的算错了。这题是陷阱题，本来就很容易算错啦。你不是高一吗？你怎么会高二的数学？其实我本来应该要念高二，但是转学回来的关系才要重读高一，而且这些我之前就自学过了。哦。那你以后可以教我高二的数学吗？因为那时候没有认真念，有点跟不上进度。没问题啊，其实我刚刚就想跟你说了，这题啊有更快更简单的解法，你应该用这里的数字。甄丁玉老师不愧是补教界名师，人都还没来，气氛就已经这么沉重。无论如何，我今天一定要看到甄丁玉老师的本尊。地是怎样啊？度数那么深。哦。大猩猩。进。上甄丁老师课，我是陪我朋友来报名的，他先去上厕所了，所以我进来教室先帮他占位置。那你呢？你怎么会来上数学课啊？其实我不是来上课的啦，我是……各位同学，我们准备上课喽，待会郑老师就会进来教室。太好了。终于要看到甄丁一长什么样子了。现在大家先把上课证拿出来给我检查一下吧。上课证。
老师，我找一下。你知道这里没有上课证，不能上课吗？我知道，我知道，我有带，我有带。在哪里啊？大猩猩，你忘了吗？你的上课证在我这里啊。是你的？对对对。大猩猩，你要干嘛？这是我的上课证。你们两个为什么拿人家的上课证？不怕我叫保安把你们赶出去？不是不是，你误会了 ，Ashley 是我的朋友。老师，关于这个问题呢，自己不要解释，走了。五哥，等一下。不好意思，我的运动细胞没有那么好，刚才差一点就连累到你了。你才没有连累我嘞，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用跟着我跑。当然有，要不是我跑太慢，你早就安全撤退了，哪可能被柜台小姐追着跑啊？你知道那柜台小姐其实是有练过的吗？现场那位帅哥跟那美女要去哪里？你们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学校的？不要跑！不过，你为什么要打扮成这个样子？去补习班啊？你不觉得这样打扮起来比较像是会补习的人吗？嗯。高二数学，大猩猩不是高三了吗？你该不会真的需要去补习吧？你看起来很有自信，可以自己念啊。我当然不用去补习啊，而且我的自信基本上跟念书扯不上关系，你懂的。所以你为什么要穿成这个样子去补习班？啊，其实我是为了去补习班看曾丁义老师到底有多红。原来如此，不过他好像真的很红，因为听说他的课都是爆满的。哎，爆满呢？啊，经过我今天这么一闹，感觉就没有机会去目睹他的盛况。还是有办法。有办法。在这里看着，时间快到了，你小心一点，不要引起别人注意。毕竟你那么高，目标很明显。所以我们到底在等什么？我竟然忘记跟你讲今天的计划。没关系啦，反正我相信你不会害我的。我是想说，既然我们没办法溜进去教室，那就在下课时间之前提早在这里等老师走出来。对哦，哎，你很聪明哎，我怎么都没有想到。现
在差不多到午餐时间了，等夏珍老师一定会出来去吃午餐，到时候我们再跟上去观察看看。好，都听你的。吴老师，他怎么会在这里啊？来了。等一下，不要紧，我们先看他们要去哪里。哦。怎么办？他们要走过来了。我有办法。受到多大的打击，竟然需要冒充别人才能教书啊。俊，请你务必要帮曾茂谦老师保密，千万不能跟其他人讲，可以吗？好，我一定会帮忙保密的。谢谢。你就当作是我欠你一个人情，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记得找我。现在就立刻有机会可以还我这个人情哦。现在，以你这个表情，该不会是什么奇怪又丢脸的事情吧？我怎么可能会叫你去做丢脸的事啊？红茶无糖去冰。忙到一半，居然有好喝的红茶可以喝，当球精也太幸福了吧！俊，球精这么累的工作你都肯做，而且不怕脏的直接坐地上，你的外表跟你的个性真的不太一样哎。其实我是为了接近你才来当球精的，好吗？那是因为我看了漫画，觉得篮球队太热血了吧。可是我体育不好，所以只能当经理来感受一下那种感觉。那你的热情很快就会被消磨掉了，到时候可不要跟我们说想要退出。我才不会退出嘞，我一定会努力当好球精这个工作。球精这个工作，我想不到你这么有热忱。这个工作还有免费的红茶可以喝，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其实我来找你是想要跟你说谢谢的。俊，你怎么会在这里？这是属于球队经理的特别服务哦，所以我是专门来接你去练球的。你不是已经知道我退队的事了吗？我只知道那是你爸爸的决定，不是你的。怎么样，要去练球了吗？你会觉得我太多事吗？当然不会啊，我反而觉得你比我爸妈更支持我的梦想。我当然支持你啊，你可是我们球队的 top one 哎！说得好，我们队上流川枫顶多跟我并列第一。那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什么事啊？你答应我，绝对绝对不可以轻易放弃自己的梦想。
第一眼我看着你，笑容里有点傻气，本来也就是不轻易感到好奇。你的侧脸很清晰，我控制不住呼吸。我答应你。还有，我会让齐家宝真心接受你这个妹妹。好，那我们一起加油。现在就剩大猩猩还没有女朋友，真不知道谁会是这个幸运的女生。哎，大猩猩，你干嘛？你这个手要打直。然后大拇指向下压，这样才不会受伤哦。你是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嗯。我喜欢你，我想当你的女朋友。其实我一直在等你这句话。我们要赶快去交作业。在看什么？他开始不要打手。你该不会真的喜欢大猩猩吧？你猜的没错，我就是喜欢大猩猩，而且我打算在校庆的时候跟他告白。真的？可是我觉得你的失败的几率很大哎。为什么？因为之前已经很多人都跟大猩猩告白过了，但都没有人成功。那有什么关系？喜欢就是要大声的说出来啊！说不定我就是那个唯一会成功的幸运儿啦！好啦好啦，幸运儿，走啦，我们赶快去交作业。果然，俊真的很受欢迎。在这里啊，你去买西瓜了吗？你有没有什么东西要送我啊？有吗？我有准备，你等我一下。天哪，他居然说他有准备西瓜要送我！谁那么没水准，竟然乱画别人的西瓜？这个西瓜给你。准备西瓜送我，你真的好好哦，我就在等你的西瓜，这绝对是我今年
最开心的一件事了。欧妈，我选这个。欸、好。把钱给你。先走了，拜拜。哎、欸，你还没回答我问题耶。如果俊知道我送他的是黄色西瓜，他一定会很难过。那个俊，我先去练球了，拜拜。西瓜。我是球队经理耶，怎么可能会不知道今天要不要练球？都已经是学长了，居然还会害羞，也太可爱了吧！大猩猩，你送我的明明就是红色西瓜，为什么你要骗我说你送的是友谊西瓜？我记得我送的是黄色的。对不起啦，我真的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可是我记得我买的是黄色的啊，而且我只是把你当学妹而已，你不要误会了。算了，陪伴比西瓜还重要，我还是去找玲玲好了。大猩猩，你好像真的拿错了，这颗是我原本要送给玲玲的。姐，你就不能说我委婉一点吗？我讲的还不够委婉吗？你真的跟你妈说的一样，四肢发达，好脑啊打。哎，你要讲就讲，干嘛要人身攻击啊？怎么会有人穿裙子还站那么高啊？你先下来吧。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客套的人啊，而且你也不像是一个假惺惺的人。对啊，你也不是假惺惺的人啊。你是大猩猩，这个动作我也做过。那如果你真的忍不住的话，你就用我的毛巾吧。对哦，怎么会有女生想要用男生流汗的毛巾呢？我不介意啊。对不起啦，我真的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可是我记得我买的是黄色的啊，而且我只是把你当学妹而已，你不要误会了。我知道了。这一生最幸运最聪明的事情就是能够爱上。没关系，我会送你一颗真的黄色西瓜，所以是我拒绝你，不是你拒绝我。很好，今天跳投在空中注意核心的力道，知道姿势要维持正确。再来，
好。阿珍，教练去学务处办理事情，你记录一下每个人三分球、两分球还有罚球的进球数。好的。天气那么热，我刚好多一瓶矿泉水，你要？活该！阿宝，干嘛？你在看什么？笑得这么开心，跟我分享一下啊！老周。想到星星现在直接被俊给冷落了，谁叫他要拒绝我妹，被冷落刚好而已。哦哟，你现在这个做哥哥的，受不了委屈啊！啊啊啊！好好好。对了，我都还没问你，我精心为你准备的西瓜，你怎么没送给玲玲？但我记得。我送的是黄色的，其实星星送给你妹的那颗红西瓜就是你给我的那一颗。什么？我们先回教室好了。走走走，俊，今天太阳那么大，我帮你遮。大家太远了吧？早安，玉八戒，早安，早安。哇，你记录的好仔细耶！玉八戒，你看，流川枫是现在成绩最好的哦。他真的很厉害，对吧？小东，小东，小心！来，小胖，啊，这是蛇，哎，这是什么？眼镜蛇。哦，还我！蛇近视很深哦，啊，你知道什么蛇会烂烂的吗？暖暖蛇啊！家珍真的好贴心哦，还帮我准备营养好吃又不会胖的早餐呢。你喜欢就好。齐家宝，人家家珍对你这么用心哎，你还要这么冷淡吗？嘉玲。你不要误会阿宝了，他才没有冷淡呢。早上他可是眼睛都没眨的在紧迫盯呢。不对，谢家宝，你宝怎么了？干嘛这么慌张？发生什么事？俊刚刚在篮球场被篮球砸到了，听说昏过去了。现在什么状况啊？哎，等一下，我还没有说完。不用那么紧张啦，我骗他的。骗？哇！齐家宝上的一颗都没跑那么快，这个速度也太夸张了吧！这种速度，我只有看他跑路才出现过，哎，感觉后面有几十个人在追上他，哎，哇！这下要跑露馅了。嗯，我看他以后还要怎么装。啊！家珍，你有听到我声音吗？张开眼睛啊，张开眼睛。家珍，你哪里不舒服？跟哥哥说。
找我出来有什么事吗？这是我特别为你去学的补脑料理，可以增加记忆力，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你不生气了？我不生气了。我知道现在你有你的难处，所以我决定了，我要等你。所以我也答应我妈，这次模拟考一定要校排100名以内。所以我真的没有办法做其他事情。静，我觉得你还是。你什么都不用说了，在你考完学测后，你的难题就解决了。到时候我们再来好好谈谈我们之间的事。在那之前，如果你只想把我当成学妹，那也没关系。俊，你怎么还在这里啊？怎么没有跟你哥一起回去？其实我是故意留下来等你的，想说陪你一起走回家。可是我还有事情要忙，没有那么早回去。我听说啊，大猩猩喜欢的人就是蜜宝学姐，可是蜜宝学姐却被她的好兄弟流川枫给抢走了。所以大猩猩才一直不愿意接受其他女生。既然你还有事情要忙，那你先忙吧，我先回家了，拜拜。俊，我陪你回去吧。可是这样会不会太麻烦你啊？而且你不是还有事情要忙？不会麻烦了，你一个女生回去也危险，我陪你吧。好，谢谢你。走吧。大猩猩，你怎么站在这？没有了，我在等流川枫。你是来找你哥的？我是来找蜜宝姐的，我想把这两包饼干还给她，因为我怎么想都觉得不太对，我不该拿走别人送给蜜宝姐的心意。流川枫这一包我先帮蜜宝收下，至于这一包你留着吧，这是我第一次做饼干，你帮我吃吃看好不好吃。我是故意留下来等你的。我还有事情要忙，没有那么早回去。你第一次做饼干就送给蜜宝姐，看来你真的很喜欢她。你不要误会啦，蜜宝只是我从小到大的好朋友而已。你不用紧张，我懂。我只是很羡慕蜜宝姐有你这样的好朋友。这里应该就可以了。大猩猩，我有东西要给你。你有东西要给我？甚至带我来这里？我当然是要给你能够帮助你考试的秘密武器啊！帮助我考试顺利的秘密武器。你该不会……
下次模拟考成绩跟你赌。嗯。如果他下次模拟考成绩考到70分以上，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就算了？那如果他没有做到呢？他如果没有做到，我就离开哈佛，再也不教书。俊，谢谢你的好意，但我这一次真的不能再作弊了。谁说我要帮你作弊的？而且你有作弊过啊？以后不可以作弊哦。我已经反省过了。所以你要给我什么东西啊？这是我从小到大每次考试都会带在身上的玉手。我知道这次模拟考对你来说很重要，所以我要把它先借给你。借给我？可是它是粉红色的。好了，谢谢你。你不要不相信，这个玉手真的可以帮你渡过难关哦。真的很谢谢你。先喝点水吧。我来吧。买给你喝的，你怎么还拿给我？对吼，是你买给我的。成绩单可以借我看一下吗？其实你的成绩没有什么问题耶，除了数学的分数比较不理想，其他都在均标以上。如果你要考体育系，应该不是问题。可是现在最困难的是我有可能不能考体育系。以前也是一名篮球员，但考大学的时候，家里的人反对他念体育系，所以他还是抗争了一段时间。我不准你念体育系，念体育系未来你要做什么？当一个篮球国手？万一你不小心受伤，就只断送你的篮球生涯，之后能干嘛？继承家业你不要。想靠打球就能飞黄腾达，简直做梦！你为什么要诅咒我一定会受伤啊？而且谁说做篮球国手就一定不能飞黄腾达？反正不管你怎么说，我就是要报考体育系，谁都不要阻止我。后来真的被我爷爷给说中，我爸在比赛的时候脚受了伤，虽然看起来没事，但也已经不能再做激烈运动了。侯先生，不好意思，我们需要找的是销售员。您的履历上面写的是运动专业，可能跟我们想要找的人才不太符合，真的非常抱歉。于是他放弃当球员的梦想，硬着头皮把体育系念完，毕业后找工作却到处碰壁。我爸因为一直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好接手家里的二手车行。没想到我爸竟然把生意做得有声有色。这边坐，这边坐。以后如果有朋友需要车子的话，再麻烦我多介绍，我们呢一向是顾客至上，一定让你们满意的，好吧？谢谢。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爸的大学同学一个一个失业，甚至有人跟他借钱，所以他就更加觉得念体育的人以后是没有出路的。我爸常跟我说，靠体力赚钱会饿死，只有靠脑力才是最实在的。要说服我爸让我考体育系，真的是非常困难。我觉得你爸爸的想法真的比较传统。现在念体育系的出路其实很多啊，不一定要当运动员。现在很多顶级的运动员都需要团队的帮忙，光他们身边的防护员啊、运动经纪、随队公关、体能训练师、陪练员，随便算一算都超多人的，而且他们的年薪还都不低哦。俊，你怎么懂那么多啊？如果我不认识你，还以为是你想考体育系。原来一个顶尖的篮球员身边有这么多专业的团队啊。俊，你在这里做什么？没有啊，我刚在跟国外的朋友聊天。讲英文吗？嗯。这么厉害。我总不能跟大猩猩说我是为了他才找了很久的资料来研究吧。俊。哦，没有啦，我就是想跟你说，我是因为之前在国外念书，很常去看球赛，所以才会知道职业球员其实都是有很多人在身边帮忙的。原来你以前就会看球赛哦，难怪你会当球精。大猩猩，你这个大笨蛋，我去当球精其实是为了你好吗？不过现在什么都不重要了。为什么啊？因为我曾经说这次模拟考一定要100名以内，数学要70分，结果两个都没有做到，真的是蛮失败的。大猩猩，虽然你这次没有达成，但是只要你还愿意继续努力跟进步，那就还不算失败哦。是这样吗？当然是这样，所以你一定要振作起来，不能因为失败就只选择懊悔而已，要真的反省失败的原因，然后好好改进，这样你懂吗？嗯，我懂了，我会好好反省失败的原因，然后努力改进。真乖，有点久。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是专程来接你的啊。专程来接我？因为上次模拟考的事情，看起来你真的很沮丧，所以我有点担心。放心，我没事啊。而且就算遇到困难与挫折，身为一个男子汉，本来就应该自己面对啊，怎么可以让你这个学妹来担心？男生跟女生都会遇到困难与挫折，也都会感到伤心跟难过，而且谁说男子汉就要自己面对？学妹就不能担心了？这个，所以就由我这个学妹来好好守护你这个学长吧。谢谢，走吧。
你不知道气，你拉的手。奇怪，大猩猩怎么没有在教室啊？大猩猩，你还好吗？会不会痛啊？还有没有哪里受伤？你爸爸还在生气吗？他真的不让你继续打篮球了吗？不用担心了，真抱歉，老师已经醒来了，应该会没事。大猩猩，我不是在问曾老师的状况，是在问你，你还好吗？想和你从天文聊到达文西，在一起牵着手走过的风景，这一生最幸福。你怎么比我还严肃啊？而且好像快哭出来一样。笑一个。虽然我帮不上什么忙，但是如果你有任何心事想找人诉苦，我可以听你说哦。你不用在我面前假装没事，因为我知道你这里很痛。怎么会来？我正要去。俊，你都已经受伤了，还要逞强？我来帮你吧。嗯。还好这个伤看起来不会留疤，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负责了。哎呦，这只是一点小伤而已，你不用在意啦。不管是大伤还是小伤，这个伤都是因为我而造成的，我当然会在意啊。会痛吗？不会。静，你这个旧伤是什么造成的？其实我小时候差点被人绑架，还好那个时候有我哥哥跟另一个不认识的男生救了我。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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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他们，抓你的就好，那个不要管了。你先不要受伤，哥哥会保护你的。哥哥，他们要抓的人是我，你先跑。不行啊，哥哥不能丢下你。人类，快点啊，没时间了，行吗？你们需不需要帮忙啊？快快点躲我秘密基地，快点！快呀！走了。你怎么流血了？先起来。躲好，我去引开他们。哎，我来这。别问，别怕。
危险呐！我们带你去报警，应该不会有事的。别跑！衣服不太对啊！不是吗？我们应该追错了啦！妹妹，你待在这里，不要出声，这样多好。哥哥，你要干嘛？哥哥，来这里啦！来追我！你别跑！后来，他们把我哥哥抓走，去跟我爸比要赎金。这就是我跟哥哥小时候被人绑架的事件。那些坏人原本是要抓我的，可是哥哥为了保护我，结果就……没事啊，哎呦，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静，原来你就是当年那个小女生哦。你怎么会这样讲？因为我就是那个吃冰的小男生。原来他就是当初救我的那个人，难道这就是命中注定吗？静，静，你有在听我说话吗？有啊。我只是没想到曾老师居然会用离开哈佛作为条件让你爸爸同意你继续练球。曾老师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哎，对啊，曾老师人真的很好，都怪我害他离开哈佛高中。大猩猩，你要振作起来啦。曾老师要是看到你这么自责的样子，他也不会开心的。所以你之后要继续努力加油，用功读书，这样才不会辜负他的好意哦。我知道了，我会认真念书的。这是你的玉手，这阵子接到你的幸运，真的很不好意思。这次模拟考他好像没有发挥出他最大的功用，看来是他的幸运有点不足了，我来给他加持一下好了。好了，俊，你在做什么？玉手啊，玉手，希望你可以发挥出你最大的神力，一直守护大猩猩，直到他考完学测为止。我说完了，拜拜。俊，谢谢你。大猩猩，你等一下。怎么了？你脸色真的不太好。哎，你还是要听流川枫的话啦，千万不要熬夜读书，这样不止伤身体，而且上课的时候注意力也会不集中，练球的时候更有可能会有受伤的风险，到时候得不偿失怎么办？你不用担心啊，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不用担心。不好意思。如果累了，记得补充一点血糖，可以让脑袋更灵活。大猩猩，巧克力吃完，随时跟我说，我是你的后备补给小组，知道吗？知道了。
真的是把我当小孩子。嘉森，你坐在我肩上，我会不会害怕？不会，因为是你，所以我一点都不会害怕。嗯，那我们要出发喽！啊，冲！欧阳明，冲啊！冲啊！你有没有怎么样？有没有被我吓到你？不，我不会害怕。我相信你会保护我的。不可以，子杰。这边好像都没有。你在哪？快出来！好累。这样也看不到。哎，真是个天才。该不会发现？嗯？大猩猩呢？我明明看他往这边走啊。是不是找不到地方躲？我刚确认过了，这边很安全。小胖啊，你已经经过了，没事的，我们一起。好，子杰。应该先回营区看一下。你要把握独处的机会，制造不经意的肢体接触。走吧，我们先回去好了。大猩猩，啊！记得哦，在确认大猩猩的心意之前，你千万千万不可以让他亲你哦。姐姐们，对不起。猴子姐，你们赢了啦！快出来！我没有骗人，你们赢了。进，我们好像赢了，可以回去了。你怎么了？我脚麻了。好浪漫哦！
命，然后自己脱单。我真的好羡慕你哦！哎，不是，你为什么要背叛我们？晴晴，人家女生都这么勇敢了，你还等什么？好感动哦！粉丝不要给我洗哦！我也要粉丝，不要粉丝，不要！你等下准备一下，我跟你讲，跟女朋友没那个。俊这么主动，我们之间进展的这么快，我到底该怎么办？你们怎么样啊？我没事了，你不用担心。大猩猩，昨天那个吻，我一点也不后悔。俊，我觉得其实。我要跟你道歉。如果不是我一直没有把话讲清楚，也不至于让你误会。但我现在真的没有打算谈恋爱，对不起。我现在一心只想准备学车而已，而且这也不是我拒绝的借口。因为以我现在的程度，我真的不知道我会考到哪里，也不知道我未来的出路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希望可以等我考上大学以后，我们再来讨论，好吗？其实，你不用把话讲得这么明白，这样子很容易伤到女孩子的心的。反正不管你现在怎么想，我已经说过了，我愿意等你，所以我们可以先当好朋友，等你真的想谈恋爱的时候，请你一定一定一定要把我排在第一顺位。俊，你真的不用委屈自己等我，其实有很多男生喜欢你。我知道有很多男生喜欢我，但是我又不喜欢他们，而且我一点也不觉得委屈，因为等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再久都值得。你就是那个值得让我等待的人。怎么会停不